下面我们来讲一下主界面。坐标显示区 X、Y、Z 轴坐标，这个当前运行行，这个页面指示，然后这个操作提示，然后第二功能下会提示相应的功能，然后软件限位指示、工件坐标指示、主轴运行速度指示、给进速度指示、手控修调倍率指示、主轴修调倍率指示、进给修调指示、工作时间、加工文件名、设备状态，然后加工状态，如果按加工的话就会变成自动加工。